你要个政府有效率，好易嘅啫嘛。你好似某一啲议员成日讲啊嘛，叫选民投票决定啊嘛，边啲拉布嗰啲唔好投俾佢咪得咯，系咪啊？咁全部都系你啲橡皮图章，咁咪搞掂咯，实有效率，都唔使精简呢个程序，系咪啊？唔使喺度夹硬嚟，又兜圈九啊几样，要废咗呢个财委会嘅武功，废咗立法会议员嗰个监督政府嘅职能，系咪？你而家成日讲拉布造成嗰个恶果，咁你又唔讲个原因喺边度，系咪？净系讲个结果，唔讲个原因。